君曹啊，問紙金2899，佢話使乜紙蝕咧？佢13.1入嘅。嗱，2899嚟計咧，咁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它買價，因為屬於比較高，係啦，冇錯。咁講真句，你成隻紙金，如果嚴格嚟講，就算呢幾棍跌得急啦，年初紙金佢都仲係升緊嘅，即係因為舊年年尾你收緊9.0呢啲位嘅啫，咁而家都係有個唔錯嘅升幅。其實如果你論成季領個走勢嚟計咧，佢係絕對跑贏緊個市嘅。咁所以唯一只可以講係觀眾買價就唔係咁好啦，因為一路以嚟可能9.幾、10蚊、10.幾、11蚊你都冇買，去到13.幾啊，近嚟高位先至追嘅，咁呢啲一定係會擔心少少嘅，即係好似譬如咁樣近期個市一挫咧，咁自然一定係有啲調整壓力嘅，咁呢個冇辦法。咁所以我諗放一個短期操作嚟計，你可以望住11.5呢啲位啦。如果守唔住咧，我覺得都要考慮係指示先會好啲啦，因為始終你個價麻麻地但係當然如果你話紙金個基本因素其實唔會話睇得差嘅，因為除咗本身銅啊金呢啲業務之外咧，過去咁多嘅炒作或者慢慢股咁強嘅主因咧，都係炒住佢發展埋一啲鋰相關啲新，即係電池相關嗰啲嘅即係資源為主啦。咁呢對估值係會有個中長線嘅利好，咁但係呢啲又要等咯。咁所以我諗放一個短期嚟計咧，以翻11.5做翻個指示，咁會合適翻啲先咯。係好啊。